还有前面有一个在那边很辛苦。刚刚他讲他喜欢那个自然，然后不要化浓妆的女生。对，对，是。那你喜欢女生对你喜欢女生对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吗？女生哦，对，我喜欢比较小女生一点。小女生一点，怎么说？所以就是你很喜欢女生会撒娇的吗？我喜欢女生不要太强势。哦，不能主导，控制欲不能太强。对，因为我控制欲很强。是哦，你会控制什么事？我说可以，可以。类似这样。是，所以不喜欢控制欲、主导性的女人。对，因为我喜欢小鸟依人的柔顺。我比较强势，就比如说像，比如说今天太热，我就说啊，不然你就是你不要那么辛苦啊，怎样的？哦。我希望我可以把